各位同学大家早安，这是今天第二节数学课，来各位请准备好你的课本还有习作本。来，我们先看到习作部分，请你翻回65页。好，透过题目我们来把折线图的部分再复习一次。好，来，下面是凤凰乐园1月到8月门票收入统计表。好，种类部分月份，单位是月，数量的部分是金额，单位是万元，所以1月到8月各有多少个就是门票的收入在这里。 OK， 好，那我们就来把对应点找出来咯。来，一月份的金额是120万，一月份往上对，左边金额出来的地方120万，这边呢就帮我画上对应点。好，用一个记号来代替。好，二月份的话是180万，二月往上对，数字180万相交的地方，这就是对应点。好，在三月是150万，150万对到三月这一条线相交点就是对应点。好，它第四个月，好，四月份140万在这里，五月份110万在这边，六月份120，七月份160，八月份是180万。你找到了对应点之后呢，就请你帮他们用直尺画出连线 ，OK， 如答案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表格，报读表格的时候标题很重要，我们先看标题，凤凰乐园1月到8月门票收入的折线图。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横轴跟纵轴的资讯，横轴是月份，一月一直到八月。好，那纵轴的部分是数字，对不对？那这里有发现有一个省略的记号，所以数字它会直接跳很多，哦，中间这个部分就省略不写，但我们仍然可以去找出距离，好，就是每个刻度之间它们是相差多少，这边是多少啊，100到110，110到120，120到130，很明显就是10万，每一格就是10万，可以吗？好，这就是折线图。那请问折线图跟长条图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好，先放在心中，好，老师会再跟你们讨论。好，好，来，再来呢，我们翻回课本，我们要看到新的单元，在课本80页这里。好，等你们一下哦，80页，请你们翻开80页。好，来，第一题，健康国小生态之旅记录下来的甲虫数量，然后把它绘制成圆形图。那请各位我们来看这样的圆形图，一样报读表格的时候请你先看你的标题，健康国小生态之旅记录的甲虫数量圆形图。好，那我们就进去看图咯。好，请问天牛有几只？好，我们算刻度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六只，没错。好，请问蚯蚓虫有几只？10只。好，我们来看一下表格上刻度有没有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好，来，再来，那独角仙有几只？16只，
好，那刻度的部分请大家再去做确认。然后金龟子有18只，好，所有的资讯表格提供给我们的资讯，不是，是原型图提供给我们的资讯都在上面，我们也已经把它完成阅读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哦，题目在下方，秋形虫有几只，独角仙有几只，好，10只和16只，那数量最多的是数字大的，好，在原型图上它的分量占最多的也就是金龟子，那数量最少的呢，数字最少，格数最少，以及它占这个圆形的面积是最小块的天牛啦。好，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重点归纳，在一个圆内将统计资料用扇形面积表示的图称为圆形图。好，来，所以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第一，我们可不可以看刻度，算刻度？好，再来呢，我们可不可以看圆形图里头，好，各个扇形所占的面积，对不对？面积越大，也表示它的数量是越多的，相较之下面积越小，那它的数量就会比较少， OK 吗？好，那我们再往下，共记录了几只甲虫，那金龟子数量占全部的百分率是多少？例题解说，把甲虫数量相加，锹形虫有10只，金龟子有18只，天牛有6只，独角仙有16只，所以共记录了50只甲虫，金龟子有18只，是占全部的36%。OK， 来，透过他解说的部分呢，来，大家要来复习一下百分率怎么算，对不对？还记得他刚怎么说的吗？先算出所有甲虫数量50只，对不对？哦，我要换个笔触。来，50只。好，那他说金龟子自己本身18只，是占全部的几分之几？好，我们会先用几分之几来想。好，把它算成小数，它会等于0.36。0.36也就是36%，36%写成比率的样子，百分率的样子就是36%，这样行吗？OK 齁，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百分率呢？因为我们要把它放上表格，所以数字都要很我们要把它放上这个圆形图上，所以数字都要很讲究，对不对？好，这边先带各位先复习百分率怎么算。再来呢，我们再往右边来看，下面是根据2013台湾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价值观调查报告，调查台湾8到15岁青少年儿童上网伙伴所制作的百分数圆形图，OK， 好，看图回答问题。好，来，同学或朋友占了18%，好，所以这边的格数我们来对对看有没有18格，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好，18格，没错，18%。好，那他说上网伙伴是兄弟姐妹
和父母的所占百分比，一个是多少。好，来，在图表上你可以看到是兄弟姐妹的，在这个百分数原型表，它就是占了 26%。 好，父母呢就是占了 5%， 好， 5%， 这样可以吗？从报表上面直接转换成答案。好，那再来呢，请问百分数原型图中所占百分率最多和最少各是哪一项？最多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它的扇形面积较大还是较小的，较大的，对不对？那反之最少的话，我们是要看那个面积或是数字上比较小的那一个，对不对？好，所以很明确啦，答案就是自己是最多的。好，来，其他是最少的。好，来，再来，圆周上分成几等份，每一等份表示百分之多少。好，我们刚刚就有算过，18% 的那个格数是18，对不对？那所以26% 的格数就会是26，没错。好，那5%的呢占了5格，对不对？48%占48格，3%的占3格，所以总加起来，请问这一个圆形图它会是多少？好，被分成几份？没错，100等份。那每一等份表示百分之多少啊？1%，这样可以吗？好，之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左下角，好，我们算出某某资料当中占了总数的多少，还把它转换成百分率，因为我们要把它放在这样子的百分数原型图上，那我们就会很好来做，我们就会很好来统计了，可以吗？好，来，第四题，若调查人数是12000人，上网伙伴是同学或朋友的有几人？好，来，请例题解说。调查人数是12000人，上网伙伴是同学或朋友的，占全部的18%，所以上网伙伴是同学或朋友的有2160人。好，所以啊，上网伙伴就是跟你一起上网啊，多半是自己比较多，对不对？你就是自行使用电脑，好，很少是家长陪同的。那其他有可能有其他因素，好。那如果是和朋友或同学一起去打开网络一起去上头浏览的那个趴数就18%，和兄弟姐妹一起是26%。好，那请问哦，上网伙伴是同学或朋友的占了整个的18嘛，对不对？单位是%。好，那12000去乘以18%会等于，好，刚刚有一个数字，对不对？但是中间你们还记得吗？18%它其实也就是0.18%的概念，对不对？好，那所以这里可以转换它成0.18，12000乘以0.18，也就是他刚刚所说的答案。好，我再压一次，21600。好，这里都是在换回你们的记忆啦。当时这个部分好像是在五下的时候，静恒老师教授的部分嘛。好，生怕你们会忘记，所以这里我们稍微多做停留。OK， 怎么样换成百分率？那怎么在百分率当中算出那个实际的人数数量
OK， 这个先帮你们各位做复习。好，那先帮我再回到习作本。好，那我们就来报读一个圆形图，好吗？来，这个圆形图，大家请看。下面是民国102年台湾地区十大死因的圆形图，然后请你看图回答问题，资料是很正确的，来源是卫福部。好，这里记录了各种疾病，好、哦，导致死亡的各种疾病，好、哦，死因。来，事故伤害6619人。那心脏疾病是17694人，那占最大比例的疝型面积最大的这一项恶性肿瘤，就是我们俗称的癌症。好、哦，那癌症也有分很多种，就是特定部位的癌症这样子。好喽，那我们往下看，标题是。民国102年台湾地区十大死因的原型图。好，来第一题，十大死因中人数最多的是，没错，恶性肿瘤。那有几个人呢？4479人，44791人。好，那死于事故的，那我们就要看到你的资料里头这个地方，6619人。高血压性疾病死亡人数，高血压，那你就要去找到这个种类，高血压性疾病5033人。好，来心脏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数总和，这个给你自己做。再来肺炎和糖尿病的死亡人数相差，注意哦，有时候会请你讨论相差多少或是总和多少，那你要会做计算哦。好，然后再来最后一题，我们要一起做。民国102年台湾地区十大死因人数前三多的共有几人，所以你必须要挑出最多的三个大饼，对不对？首先啊，没错，恶性肿瘤，再来心脏疾病，再来脑血管疾病，所以再帮我把这三者相加，你就可以得知有多少人了。好，那这边以下没有公布的答案，请你们自己去作答。好，我们换下一页。好的，来，下面是西元2013年台湾地区家庭消费支出形态的百分数原型图。看图回答下面问题。好，来，这个圆形图跟刚刚的圆形图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刻度，对不对？好，那它是不是我们的总数加起来会分100份的那一种呢？是的哦，因为在题干上面有写百分数圆形图。好，来，那我们来看看哦，水电瓦斯占了多少%？24%。好，那请问所有的支出里头最少的那一项叫做什么？居家设备。好，来，请问里头呢，那个占了11%那一个项目叫做？没错，休闲旅游。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标题：西元2013台湾地区家庭消费支出形态的百分数原型图。好，请问消费支出最多的是什么类呢？没错，水电瓦斯。好，占了%？这个你就不用自己去计算。好，已经告诉你了它的趴数。好。否则呢，你就必须要做计算。好，好，来，消费支出最少的是居家设备类，占了几%？刚好刚刚有提到它2%。好，来，医疗保健类占几%啊？医疗保健，
那我们就看到医疗保健这一块大饼 15%， 其实也蛮多的。好，来三，运输通讯类占了多少呢？是 3%。 好，来休闲旅游业和娱乐教育类合起来占了多少？休闲旅游多少？娱乐教育又各是多少呢？休闲旅游是 11%， 然后呢娱乐教育是 10%， 所以加起来会是多少啊？好，不是正方形的零。好，加起来会多少？21%。好，他们是相同单位哦，那时候他们后头的单位是百分率，好，所以可以相加的。好，来食品类和杂项类相差，来这个你自己计算哦。好，来最后一题，各项目百分率的总和会是多少？不要想太多，就是100%。 OK， 好，我今天的回家作业还包含这个部分，好，我想叫各位自己去完成下方的百分数原型图，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回课本，我们再看一题，也许你们才能把它完成。好，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题咯。例题解说，玩数位游戏所占的百分率是32%，体育活动所占的百分率是26%，看电视所占的百分率是20%，阅读所占的百分率是22%。好，所以你们必须要先算出各个类项占了总合计的几分之几。好，通常会算成一个小数，那再透过小数转换成百分率，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你这个部分不会计算，你要私底下来找师傅问哦。好，好，所以这里头大家都可以看到，你课本他有帮你写，但是这个转换部分就换你自己写。那0.2这个，0.2其实它后头还有一个零，对不对？0.20。也就是百分之几？20%。好，20%也可以写成20%，这样可以吗？OK， 特别是这个部分稍微留意一下。好，等待你们把所有的那个比例，好。比率算出来，你就可以把它画上在你们的百分数原型图，但附件部分没有给各位，那只好来我们就看它解说吧。例题解说，先画一个圆形，在圆周上分成100等份，每一等份表示1%，依序画出32%、26%、20%、22%，再依序填入各个数据。OK 吗？好，我们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大家请。例题解说：先画一个圆形，在圆周上分成100等份，每一等份表示1%，依序画出32%、26%、20%。好，这个步骤先稍微留意一下。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把它想成4等份，就时钟的概念。这个最原始点你可以当它为零。好，那个所谓的3点钟方向 ，sorry， 它应该会是25，对不对？因为100分成4份的话，它会是25、50、75到100，对不对？好，那6点钟方向的这一个就会是50%。好，再来9点钟方向的这一个，我们就说它叫75。OK 吗？好，所以你把25啊、50啊、75，你可以在旁边就是小小的标记一下，好，零的位置、25的位置、50的位置、75的位置，那你就可以就是很快速的画成100个，可以吗？
OK， 好，比较精确的点出100可以吗？好，好，来，那我就把它打叉叉咯。所以依序填入就如同这样， OK 吗？可以齁。好，那今天呢习作本的这个部分69页就让你们回家去把它完成。好，好，那我今天课程要上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我先交代作业。好，来，首先呢影片按赞要打卡，作业拍照要上传，拜托，有些人还没有作业哦，就是作业去地方一个作业都没有，这个是令我匪夷所思的部分哦。好，这个学习现在呢就是要靠各位了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面对面，那你可以就真的很偷懒的上课哈，或者就是说哦出现一下下，然后就人不知道跑哪去了哈，那个决定在你，但是你有没有学会？我相信跟着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你一定就是完成了90%几的学习吧，而其他同学是可能跳着看随意着看的同学，那你的学习又到达了多少程度呢？好，非常担忧你们，好，就是透过这样的学习，到底你有没有学会呢？好，作业都不交回来，老师不知道你到底现在学的状况是如何 ，OK 吗？请大家自己帮助自己 ，OK 吗？好，来，今天上课就到这里了，Goodbye。